国道上小货车从右边突然冲出来，滑垒从车缝间擦过，折甘蔗往回转，吓死人。再看一次，小货车失速翘轮，一路刷过来，很撞分隔岛才停下，疑似路滑失控乱撞，网友傻眼，没有后方行车记录器，不能看到货车整个神奇漂移过程。好在第一台闪得快，没技术别学别人拿货车漂移啊。前方大车狂冒烟，难道是火烧车吗？超狂白烟几乎吞噬整辆车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原来是三车连环撞，大车车轮空转才窜出一堆浓烟。高雄则有骑士在大顺路上违规左转，下一秒跟轻轨撞成一团，人车喷飞，轻轨又出事，误点12分钟。这辆白色轿车不往前开，反而逆向一路滑行，被狂按喇叭却不甩警告，完全没踩刹车，往前慢慢撞，超诡异。居然是开到睡着，驾驶放掉刹车，一路乱闯，连撞两车才停下。目击者傻眼，一早遇到神风特工队，这边不能停车哎，感谢前车挡下100%的伤害。晚上开车到一半，超大只羊妹妹冲出来，驾驶吓坏，抖了好大一下，车头超歪，脏话连发。真的是吓到祖宗十八代都请出来了，网友笑翻，飞天肥羊反而是被你吓到魂都飞走了，开车打滑连撞好几车，皮架开到睡着，逆向对撞，马路乱象，让人傻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